整整过了一个礼拜，从星期一到下一个星期一，我们终于拿到了我们的 SSD。那我觉得联强其实还不错，它就是因为我旧的是660系列，但是我们现在660已经停产了，所以它就直接帮我升级670，速度直接翻倍，然后它的理论上它的写入的寿命也翻倍，所以就等于免费大升级的概念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保固呢，还是是算旧的那一个硬碟的保固，不是新的这个的保固。所以我的疑虑就是说，那如果这个硬碟刚好在2年之内它就又故障了，那我真的就没有办法，我就只能再换一个新的，那就随缘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到我们的电脑里面吧。